悟空，我不应该你欺凌孙悟空。我来，我来，你是我人，我不讲价，你不要回去。以前我工厂里头栽培，现在阿娘我这边哪有空？喂，老弟，老师我们已经决定说，你去了个金片，放一波，相信该稳住。今天咱就是要用这根刺，哈哈哈啊啊啊！我的好啊，我懂事了。今天我都体会了，当秋无人送我，你那真奇怪消息。Oh,